好，哎，这不是金曲歌王阿翔吗？哎，我是阿翔。好，阿翔，你知道这学期有一组学弟非常厉害哦，在哪里？九天立鸟，就是他们，就是他们，就是刚刚表演完美落地的那一组学弟哦，表演我的歌曲。他们这一次成班报了两首歌，两首都我的歌，两首都你的？不是吧？不是吗？好吧，好吧，不要吵。我们赶紧欢迎柏辰、品勋、小敏、小敏带来的《我不是他》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柏辰，他是品勋，然后这是我们二年级社长小敏，然后我们要唱是《我不是他》。谢谢。